好多謝各位今日嚟。我唔可以講太多嘢，我一講我就會崩潰啊！有冇人有問題要問啊？捐俾呢個願望成真基金嘅總數咧，我哋仲未知啊。所以如果知道咗咧，應該係問佢哋啊，唔係問我，因為佢哋有啲喺個網上直接捐款嘅。想問莊正普有咩遺願係咪啊？莊正普佢好半年前佢同我講佢有咗一個好非常之快非常之快樂同埋非常之有意義嘅一生，所以因為佢咁講咧，今日我哋呢、這個。就不會是一個很沉重的追思會，而是會慶賀他一生的一個聚會。我相信他現在 在天堂的回望人間，他會見到這麼多人待他的好和對他的愛，他一定笑開懷。他的遺願就是希望其實他的人不拘小節，他不會告訴我們他要怎樣，他只希望我們開心，他希望他的朋友和他的學生他的舊同事個個都活得很好。籌備追思會的期間，因為大家都很落力幫手啊，劉天蘭啊、Peter 張子生啊，仲有雷楚雄，個個都很落力，所以呢，我唔敢我一定要收拾心情，即係要撐過今日啊！如果唔係咧，如果我崩潰啊，我今日就做唔到嘢。呢個係一個好對唔住。我可唔可以唔好講咁多張正鋪嘅嘢？因為我一陣間仲有好多嘢要做。咁不如大家仲有乜嘢？好感激大家嚟，我正话见到七公主里边嘅四位公主，我都唔敢见，我话我唔敢对住佢哋，因为我会喊。我见到张艾嘉又系，我见到许鞍华又系，我好多谢曾先生同埋李先生幫手，因為佢哋係莊正普嘅舊同事，係咪啊？係。你哋仲有啲咩問題？
阿芳姐喺呢度俾大家影一張全身相。